咋整理？里头坏了。夏天没事吧？天后天里头我得烤了。怎么？烤了我看给咱们说。怎么一个天坏？怎么聊天都这样啊？地势着凉了。手机疼了是不是？反正疼了是吧？我是这样，快点，开始了。转腿是吧？嗯。好，看的师傅。转。不是，看快了吧？快快了吧？看快了吧？师傅也说也快了吧？还是那句话，不会唾沫子不是一个好的休息时。一个是为难。坏了，呵，哎呀，听了就是八大，这都出了臭味了。炖点肉好吗？炖点肉。错。然后不吐了。不快是吧？顺来的。没风，这坏了，呵，哎呀。咦，我天儿嘞！这也这么狠呐！啊！哎！怎么成这样了？看了吧？咦！臭的很啊！成这样了？做那一道来着呗？是啊。算你别说，一个是喷你家出来。咦，不动，保住他，别听见了啊，保住他，使劲儿。这驴为什么老是在那一个大小伙子给捉着呢？捉个驴耳朵的。这是个大美女。大美女，连一个都坏了，没气点儿。回来吧。印象有没有？打电话，你脑袋这饭店行吧？昨天晚上大哥把蹄子铲完了啊，蹄子铲完了，但是还是得。哎呦，我操！这看着，这走路还是挺厉害的。